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一带给我忙的。对呀，我得打个电话。喂，黄导啊，哎，我是那个老来俏秧歌团的艺术总监，我海燕。啊，那什么，你们那相亲栏目不是让我帮你找个人吗？人我给你找着了。哎呀，行，那你要审查审查呀？那行啊，那你多大来呀？一会儿就能到啊。哎，那一我搁家等你啊。哎哎哎哎，好嘞。哎，丁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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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的妈呀，那导演也忒快了，坐高铁来的咋的？海燕呐，咋是你呢？不，我谁呀？刘德华呀。瞅那孙粗，孙三寸，着急忙慌，你来我来干啥呀？你说我找你来吧，还真是个急事儿。啥事儿？前两回那事儿都怨我没整明白，再加上我老头搁里头一通搅和，给你弄得挺尴尬的，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。我琢磨着找个机会补偿补偿你。你可别呀！这是干啥玩意儿？你老头那人挺好，咱俩可不能干对不起他的事儿啊！你说啥话呢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想帮你相亲，再给你找个对象。妈呀，这么回事儿啊？是我想多了，想多了。那你说相亲的事儿有谱没？咋没有呢？就咱们电视台的相亲栏目，你看过没？看过。我跟那导演可熟了，我吧就求那导演给你留个名额，你上那上相去。你说那啥样女的没有啊？对不对？你脚踢手扒了，你想看啥样看啥样的。能行吗？咋不行呢？你说行就行。我看我也行，要不你咋能相中我呢？当初，别瞎多说。丁总，丁总，丁总，哟，这回是导演来了，我接他。你上那屋躲一会儿去。这啥玩意儿，拿不出手啊！我不是怕你拿不出手，我是想让你给导演一个大惊喜。我给他。你好。哎，这小伙啊是我带来的，准备上我们的节目。黄导啊，嗯，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吗？你咋自个儿带来一个呢？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广泛选拔，是不是？这小伙非常有特点，而且自己独创了一段舞蹈，听说搁网上非常火，我就借着你老人家这地儿啊，我审查审查的，没事先通知您，不能不帮助我工作吧？啊啊，这帮助帮助，坐吧。好好。完了，这回你遇着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！这完蛋的玩意，还能有比我强的？人家比你年轻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不行啊，我得想办法让你这头的风头盖过那头。我帮你捯饬捯饬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说我认识你好几年了，你咋就还穿这身呢？你不能捯饬捯饬吗？你给我俩巴巴的，怨我呀！你要早告诉我，不就穿泳装来了吗？我呀都替你想到了，知道你这方面不行，给你捯饬捯饬。回来呢？妈呀，这衣服能行吗？行吧，请瞅，
但你说挺潮，拿出去亮亮那天哈、啊。头型也挺前卫啊。妈呀，这后面有棉布帘呢，他说挺前卫。小伙子啊，我们这个栏目你看过是吧？看过。哎呀，这里头主要得介绍自己的自然情况，你得好好准备准备，听着没有？我早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你看展示一下来。我跟你说说。嗯，你说说啊。哇。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普通男孩。但是通过我的努力，我现在已经是国际公司的原材料加工部门总管。妈呀，国际公司主管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就去世了，靠我爸一个人打工把我拉扯大。为了不让我爸操心，我不光完成了我自己本科的学业，而且我还打工补贴家用。本科毕业还勤工俭学，人家太优秀了，再听下去你一点戏都没有了。完蛋了！小心点，我对付这样人是有针对性的。你看你父亲咋样？真行的，不能再让他唠了，快把导演给我运过来。黄导啊，哎，唠挺好的哈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过来一趟啊，跟我过来一趟。那个，你先练一会儿啊。别紧张，导演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啥呀？你等着，哎，把导演吓一激灵。别闹！你说咋样不咋样？阿姨，阿姨，这什么情况、啊？那个黄导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宋，往前点，不怕的，不咬人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非常好找栏目的导演黄导哈、啊。请坐，请坐。阿姨，不好意思哦，就吓一跳。没事没事，就是没有精神准备。没想到这么刺激啊！你要跟我出场了啊，精彩不断，刺激无限。你看小伙长得，哎呀，妈一看就才华横溢呀、啊，有才呀、啊！栏目名是你起的不？对对，是我起的。叫什么？叫非常骚扰啊！那叫非常好找，好找、啊、嗯，妈呀，我就寻骚扰呢，欢迎骚扰，欢迎骚扰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导演唠，你这导演唠好看。不好意思，黄导你坐。不是我，别害怕，我站着，我站着行，我就这么个人儿。你看导演长得要不，眉清目秀的。那个这么的吧，双眼暴皮的。你干嘛大鼻梁的？那个，你干大腿叉的？大叔啊，大叔，不是那什么，你别说导演嘴叉的大呀，十八磅有苦啊。对，那个黄导啊，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嘴大吃得开。那个就别夸我了啊，您还是介绍介绍自己吧，好不？啊，对，小宋啊，你跟导演好好说说自个儿，好好说说啊。那个。你就拿这儿啊当录制现场啊，啊我们俩就是女嘉宾，你就随便展示啊，来这几张来。没准备啊。太幽默了。我展示了哈、啊。对面的女嘉宾你们好。好好好好。好好好好。哎，那个什么，换个方向，这边承受力能强一些。这怎么这样呢？这光有三位男嘉宾。不是你吧？你就把这边假设他们是女嘉宾，好不？好，放开。对面的三位女嘉宾
你们好。我呢，哥跟你们说啊，我是一名来自大山深处的有志青年。大叔，你青年？你听哥说啊，没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青年，现在不拱出来了吗？哎呀，你还是唠现在吧啊，唠现在、啊，唠现在、啊。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一晃好多年了。我也有理想啊，我也有愿望，寻干点啥事业，没想到走一走这左一步右一步烧锅炉了呢。啊，行，那咱唠一唠你的苦难历程、嗯。烧锅炉，但是我也挺有才，我终于熬成了现在熬成一名管理2000多人的高级 UFO。那个大叔，在这个那个大叔，嗯 ，UFO 是飞碟。那我那玩意儿跟飞碟似的，就是大点儿，里面通红，一点就着，一掰阀门，呲呲直冒气儿。这闹的，那个苦难历程啊，我有。对女嘉宾啊，苦难历程，我也有。苦难的历程啊，得说这么回事儿。俺家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他妈就离我们而去。谁家孩子这么大点儿啊？我才多大啊？就离我而去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呀！我要不是为了我儿子，我早都早了。我就怕找着后妈呀，给我儿子气死。对面的梁女士。你都偷摸瞄我老半天了。导演，这椅子能不能转过来？我要转过来。你得说呀，我年轻时候曾遭疯了，就我年轻时候，我要遇到你梁女士哈，我都不瞅一眼都，太胖太宽呐。你看你。你得唠正事儿啊，说你的那个事业，就是工作方面的业绩。对，就这么忙的情况下呀，我还在1年之内啊完成了36篇相声论文。对面的2号女嘉宾江女士啊，是你啥时候写相声论文来着？啊，对，哎呀，学术论文呐、啊，关于煤炭燃烧的学术论文。你呀，这看相声看多了，你那是。对面的3号女嘉宾赵小姐，你是不是等着急了？你说爱情，你刮了赵小姐干啥？关于爱情呢，在我心里啊，我是这么感受的。对于我来说啊，这个爱情啊，就用一句话就能包括了，就是苍蝇腿儿也是肉啊。有一个就行，导演呢？你这个，你快帮我找一个吧，这么有名，太有名了。喜欢人呢，真是。去安慰。你要干啥呀？哭唧尿嚎，你想干啥？你有点志气没？啊？就什么事儿都让你这么一哭唧尿嚎，是不是完了？全完了，一点事儿没有了，没你啥事了，散了。你说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？哎呀，不对，你家屋是不是风水犯点说头？你家才犯说头呢。那你说我来这些年了，就一件事没办成过在你家。对，肯定是这门挑我了。第一年来你家的时候，就因为我没走他，搁墙过来的。后来又奔6楼跳去，你说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黄导啊，那个你来，哎呀，我求求你了呗。那个小老头太可怜了，你就可怜可怜，让小老头。不是小老头，我是小屌丝。哎呀。大姨啊，
我跟你说呀，实际上啊，这个老头啊不适合上我们这个栏目，但是呢，外国那小伙啊极力推荐他，意思说如果他不上，自己都不上了。我看这种情况就搭一个吧啊。那能上啊？能上，那是买一赠一呀、啊。哎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谢谢你哦。行了，大叔，你不用谢谢我，你要谢呀、啊，就谢外边那小伙吧啊！哎呀妈呀，我得谢那小恩公去，你看我得谢好好的谢谢他，太够意思了，一般谁有这思想？太够，爸。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来相亲来了。哎呀妈呀，你还来相亲来了？小兔羔，你看我今儿怎么揍你的啊！哎，不是你干啥、哎？你看我今儿怎么揍你呀？你给我揍那个嘴儿上！哎，别这么闹！你干啥？干啥走？你给我站住！不是，给我站住！哎呀，不是，你干啥呀？你想干啥呀？你相不相亲的，你也不能打人家孩子呀！怎么打？我告诉你啊，他是我儿子，我这是教育他。我行来了。把黄老鞋拿过来，太激动了，大叔，你这是你，你过来。这栏目上不上那不重要，做人得讲良心呐、啊。你怎么还学会撒谎扒瞎了呢？我什么时候撒谎扒瞎了？你明明是一个串店后厨切墩儿的，你还整个国际公司原材料主管，怎么玩意儿？人家俺们那串店名就叫国际公司，烤串不就我自己吗？那我不就原材料主管吗？说啥呢？本科毕业咋回事？本系是烹饪专科毕业，那不本科毕业吗？怎么完了？哎，好意思说我呢？你那2000多人那 CEO 我就不说啥了啊、哦。还整一个煤炭什么燃烧什么学术论文，咋回事？每天那烧锅炉，你不得写那个工作报告吗？那不都爹写的吗？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导演呢？你来。那这样情况下呢？我这么大岁数啊，我就是图个乐，我上不上倒无所谓了。你看我儿子还年轻，给他个展示才华。你别那个导演，别上，那个给我爸一个机会吧。因为啥呢？我爸给我拉扯大也挺不容易的，我也想让他晚年过得幸福点。爸上，儿上，爸上，儿上，爸上。好了，你俩呀也别谦让了啊，都上。妈呀，正是我想要的，谢谢啊。这样儿子，对面的赵小姐你领走，这俩我领走。